牙医，等你好久了。通向至深之处的路我已经想办法开启了，越过金色的森林后你应该就能看见入口。不过我记得自己只答应了你一个人吧，第二位客人可是要额外收费的。第二位客人？抱歉啊，艾丽西亚，我好像没有脚可以给你体验一下，不知道你对我的爪子有兴趣吗？它们也是红色的。杜鸦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别忘了，要找那女人的不止你一个。哇，阿波尼亚这是做了什么？怎么每个女孩子都对她念念不忘呢？总觉得会发生很有趣的事呢。我再追问，是不是有些不解风情了？那就网开一面吧。祝你们在至深之处玩得愉快。那个时候你看到了？看到什么？不，没什么。我也就看见了你被摸脚的全过程，更多的没有了。能请你忘记这件事吗？不至于吧，我又不会告诉别人。能请你忘记这件事吗？这我可得好好想一想了。我的时代已经一曲终了，愿你们的未来能够长颂不休。有没有觉得我的话要比别人多一点？多就对了，我可是有在很认真地准备这件事的。任何人都有机会看清世界的本貌，并且承担它的重量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牺牲。我想让你走上和我们完全相同的道路，但你应该知晓我们曾在何处，为何而跌倒。
进化的过程并不美丽，正相反，它非常丑陋，丑陋至极。但只有经历过这个丑陋的过程，我们才能真正理解生命的美丽。这应该就是至深之处的入口了。是真是假，进去看看就知道了。走吧。这里真的是至深之处？至少和我见到的不一样。我说，你该不会被艾莉西亚骗了吧？地上这草也好奇怪，摸着不像是真的，颜色也不均匀，感觉像是画上去的。等等，杜鸦，这里好像有人。你好，我叫雷电牙医，这位是我的朋友杜鸦。主火鹰界第九位科斯摩。科斯摩这个名字我好像在哪里见过，但他给人的感觉和我印象中的科斯摩很不一样。你好科斯摩，或许有些突然，请问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我们正准备前往至深之处，却不小心误入了这里。喂，牙医，你注意到没有？这家伙嘴上一句话不说，但心里活动好像一点也不少啊。视线一直在我们身上扫来扫去的，小表情也没停过。请回吧，二位。至深之处不是你们该去的地方。又来了。我说，往事乐土应该是提供试炼和挑战的地方吧，怎么会有哪里该去哪里不该去的说法？完了，他又开始了。抱歉科斯摩，如果你不想谈论这个话题，我们会自己去寻找答案的。还是请回吧，二位，现在止步还为时不晚。你们算了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我们这算又遇见了一位英杰吗？他这是同意我们继续前进了，还是让我们跟着他走的意思？不，恐怕都不是。他身边的那只怪物，他朝我们冲过来了。狂风，臣服于我。怎么回事？我们的攻击不起效果。斩击的反馈也很奇怪，就好像它不是生物，而是和那些草一样的化中造物。怎么了？它突然停下来了。
你们怎么还在？如果我没猜错，这只怪物是受你意识的，是吗？既然如此，这片草原也应当和你有关了。看来，这也是试炼的一环。如果询问的前提是要先证明自己，那我很乐意。就像刚才说的，克斯摩，我们有必须前进的理由。好吧。真不容易，他终于听懂你说的话了。虚光的刻印，我会把它交给你们的。啊？不，克斯摩。刚才那一战，就当你们通过了试炼，得到了获取刻印的资格吧。あんたに与えられる導きはない。この道は無数の末路から見出した小道。旧星がもたらす光のほんの一部でしかない。極光とはそういうものだ。谢谢你，刻印已经交予你们了，回去吧。我说，你是不是完全没在听我们说话？我们不是为了你的刻印来的。不听别人说话的人，是你们吧？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，至深之处不是你们该去的地方。果然，还是免不了一战吗？朵，啊，这个，那个，牙医姐，阿嬷，你们好。菲利斯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哎呀，我这不是隔着大老远就闻到一股火药味，准备过来看准机会。啊，不是，我是说劝架，对，准备过来劝架嘛。谁知道你们还没打起来，不，这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吧。算了，菲利斯，你来得正好，想个办法带他们离开，拜托你了。喂，等等，这家伙他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又不肯说话，又不肯听人说话，真没礼貌。哎呀，你误会阿嬷了，他虽然那样，但其实没什么坏心思的，习惯就好，习惯就好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是来找小格蕾修的？格蕾修，又是一个没听过的名字。这你就要问艾莉西亚了，她答应为我们打开至深之处的入口，结果那道门却连上了这么个地方。啊，至深之处？哦，我大概明白了。你想到了什么？这个，是有一些事儿了。但对不起啦，牙医姐，只有这个，出多少钱都不行。我实在不想一口气惹那么多麻烦呀。阿嬷、蛇姐、英姐、杰哥、尼亚姐，说不定还有凯文老大，会死的，真的会死的，绝对不成啊！哎呀，我看咱们这次就听阿嬷的，先回去一趟吧。你们也好去找艾丽姐，问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对不对？这样就算阿嬷真的生气了，也有艾丽姐顶着，怎么都赖不到我头上来啊！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还是不为难你了。也对，我的确应该再去找艾丽西亚好好聊聊。让雷鸣抵挡所有的罪孽。